来，有请六岁的张月晨小朋友闪亮登场。你太可爱了。听得见我们说话吗？你好。听得见。听得见。耳机里有声了吗？没声呢。没声呢。有声的就大声的唱啊。知道了。知道了，你真棒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月晨，今年我六岁了。六岁了。真棒啊。你以前有学过唱歌吗？没有。喜欢听歌吗？喜欢啊。喜欢听，但是没唱过，对吗？这是你第一次给大家唱歌吗？不是。哦，好。你今天唱的歌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歌，对不对？那就接下来我们的耳机放什么歌，你听到了你就哼出来好吗？好。好。你真可爱。来，请播放音乐。不是说唱了，怎么感觉像昨天晚上你妈揍你了？这不是地名的歌。这应该说唱脸谱吧。宝贝儿，我跟你确认一下啊，你刚才的表演确定不是牙疼是吗？不是。你是在唱。再来一遍。你听过这个歌吗？没听过。好嘞，漂亮。这孩子那是简直是太难了。不用了，你先唱一下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哆来咪发嗦拉西哆。基本在调上一点。行，来，再唱一次。你就正常唱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听出来。还是有调的。对。挺悲伤的一首歌，是个戏曲吧，不是儿歌吧？不是。你也没听过的歌是吧？对。是戏曲吗？我不清楚。你听起来觉得好听吗？你觉得好听吗？我觉得还行。还行。有没有那个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，是这首歌吗？差不多。哦，那就是戏曲。谁说女子不能？当当滴当，那你看那，那豫剧《花木兰》是这首歌吗？你感觉？是这个，是我唱的这个吗？相思。相思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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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这个？好像不是。你看你，小鹏直接就给你。还是我这个比较靠近。你们俩呢？有答案吗？他要有地。我跟月亮是差不多。我因为刚才我也就这种。来吧，请播放正确答案。这里将来我。戏曲。你看，也是戏曲，但是差了点。哎，我这问题来了，宝贝儿，你刚才是怎么哼的？你跟着再哼一下，我再听一下，确认一下。你看节奏是没问题的，宝贝儿。你唱的太好了，就是他们不懂欣赏。等你长大了来参加越战越勇，好不好？你来的时候他们都退休了。好，谢谢你，宝贝儿。谢谢宝贝儿。太可爱了。来，宝贝儿，喝一杯。瞧，哎呀，这第几杯了都是。这哭快吃。哎呦不行，真干不了了。明天一看身体都棒棒的。哎。